在答复任何客户询问时，我们会使用 See It Now 与客户进行沟通。它还可以用于查询最新活动，或者是向到访展厅的顾客简单的说声谢谢您。所以，通过与客户的视频沟通，我们可以增进与客户之间的信任，并给予客户一种特别的感受。我现在就和我的客户进行视频沟通。See It Now 的销售客户端是简单易用的，现在可以开始使用了。让我先来做个介绍。王先生您好，您感兴趣的这款全新Supai的车型，我检查了一下，我们的店里有存货，可以立即给您送去。我现在就演示给您看。细节很重要，我们会花时间来解释拥有一辆斯柯达汽车的各种好处。因为王先生对卫星定位系统和燃油效率等方面很感兴趣，在我对车子做一个全方位的检查之后，我会进一步的解释这些功能。王先生，下一步呢，我会请您明天过来试一下车，或者您可以星期六下午2点来参加我们举办的父亲节的活动。在结束视频之前，我会简单的输入一些客户信息，然后按发送键。这样，我的客户就会收到一个斯柯达演示页面上的个人视频。这是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，来实现好的客户体验。